大家好，我是王竹子。那大家看我手上拿了这个笔啊，我早上的时候有给大家介绍这个笔都用来干什么的。那接下来呢，就是我们的户外挑战。我看看周围的人还挺多的，我看看有没有落单的小哥哥来帮我去完成这项挑战。拿这三支笔，随便选一个颜色，然后在我身上写写画画。也可以写我是大美女，也可以写我是小狗狗，反正这个都看哥哥的心情，我也不知道他们会在我身上写什么。我在这商场里转了好一大圈了，也没遇到个帅哥，怎么回事？哦，这个小兔子，小兔子吗？还是小老虎？小兔子好可爱！哎呀，好想摸一摸呀！人家没吃饭，不让你吃零食哈。哇，那个熊！我感觉我来这个，来，我感觉我好像不是在做挑战，我是来商场逛商场的。来这吧。小熊，小熊，你要不要在我的身上写几个字啊？这个裙子有点短，从下面看会走光。不要用那种特别老色批的视角去拍摄，好不好？感觉今天商场人好少啊，要不就是情侣一起的，要不反正就很难有落单的帅哥。是不是？我觉得今天我们这个挑战可能完成不了了。这是我有史以来挑战唯一的一次失败。我就带大家逛逛商场吧。刚刚啊，在那个商场里面转了一大圈，始终没有遇到合适的。这个任务呢，我不想这么白白放弃。在我王竹子字典当中，没有放弃这两个字。我所有的挑战，我就是死磕，我也得把它完成了。所以呢，我现在来到停车场，我觉得停车场啊，这个人可能会比较多一点。单身的哥哥呢也可能会多一点，至少我们很明确一个方向嘛，对吧？嗯，那我现在不管，只要是一个单身的哥哥，我就上去死缠烂打，软磨硬泡，让他帮我把这个任务给完成了。哎，这好像情趣这一块，就是有喜欢吗？或者是有了解吗？男女之间的一些情趣的小游戏、小道具等等等等。玩过一点点。玩过一点点。嗯。刚才看来哥哥有一点点玩过。那像在情趣，就在女朋友身上写字啊什么这些的，有玩过吗？玩过。那这个是一种情趣吗？想写什么写吗？比如说，哥们是真幽默。比如说写，我给你一点提示啊，比如说写什么母狗啊，然后小超过呀，小浪蹄子呀，等等这种。其实我觉得哈，拿这个提示想让我跟你说那句话，可以吗，哥哥？你是多大了？我不介意，哥哥介意。那哥哥，你车在哪？你会不会车上写？那你在车上写？你后面会给我打码吧？会打码，会打码。我们也知道有侵权的，肯定给你打码的。哦。如果你要不想打码，也可以去打。这车是什么？车有点烂。没关系。
如果你在外边，我在里边，然后我坐在，越怕被人看到。我不是怕，我是觉得这样你写起来方便啊，你可以在我腿上写嘛，两个笔选个颜色。你喜欢哪个颜色？都行。我喜欢。那就红色，我也喜欢红色。啊，写个什么字呢？你想起来，都可以，你想起来都行。真的会打码吧？真的会。哦。教教我们，我应该写什么？那不咱们写个小母狗试一试？在腿上吗？你想写在哪？那就腿上吧。腿上了。写大一点，不用害羞，不要拘谨，写大一点，字写大一点。还给我感叹号，在我腿上写了个字，感叹号。那你要不要再写？再继续写吗？再写个什么呢？那看这个。嗯，刚还说了一个叫，还说了一个什么词来着？那我提示了一个，剩下一个词儿，哥哥怎么想？这个太阳。写个太阳。啊，可以。太阳。太阳是什么？太阳是哥哥。哦，太阳哥哥，怪内涵了啊！哥，你真内涵。可以了吗？可以啊，你还想再写？写这个你好写到吗？很好写到，那个笔是专业的。专业的。哦。你大学的，他这个短信他不别人看到了吗？对啊。那我这写满了。他想给我。撇屁股，撇屁股的话，我给你说了。害羞，我都不害羞，你害羞什么？真的吗？真的，真的写啊？这样没法写啊，你趴着呗。对啊，你内裤会露出来。那写什么呢？嗯，你想写？看不出来，我是临时的。其实我现在大脑一片空白，我真的不知道写。嗯，你写个夸奖我的词。夸奖你的词，太棒了！可以。你会打码哈？会打码，你放心吧，哥哥。太棒！这是哥哥对我的夸奖的词吗？写错字了是吗？我现在有点紧张，我不知道这次没写错吧？哎，无所谓。吓死我！他写了，我为什么写了一个词？太棒词了！有没有紧张吗，哥哥？没有关系啊，我真的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。好了，今天我们的挑战算是完美的成功了。然后我还遇到了一个很可爱、很奶的一个小男生，我感觉他很羞，他很害羞，他全程说话的时候都这样，手一直在抖，一直在抖，怯生生的感觉，我觉得很可爱。嗯，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。我是王竹子。那如果说你想找一个和自己有相同爱好的人，那欢迎来我们国内最大的开放式关系交友社区。我是竹子，我在森林岛等你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